我。不看，我也不看，我们都不看。不行，必须看。啊！一个，看我。干嘛？我命令你们必须看我。我们才不看。不看也得看。啊！两个。啊！三个，哈哈哈！太好了，马上，马上就。欢迎来到幸存者基地。幸存者什么意思？童话王国里除了你们，其他人全都什么？谁干的？是，糟了，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。啊！不好，他发现这里了，大家快躲起来！记住，千万不能看他的。啊！原来你们就是幸存者，一定要乖乖藏好哦，不然，哈哈哈哈，我数十秒钟，我要来找你们喽。十。九八，快离开这里！助理，报告幸存者名字。正在查询的小女巫、巫婆婆、美人鱼、精灵仙子，他们都是神职，会魔法，请小心。是吗？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妈妈，刚才在幸存者基地，大喇叭说让我们千万不能看他的什么啊？这他也没说清楚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糟了，会不会是那个坏蛋来了？巫婆婆，小女巫，快开门，我是美人鱼，那个人在追我。好，我这就开门。不行，不能开，万一他是……这就是美人鱼的声音，我不会错。我开。Hello。 什么？你是那个大坏蛋？大坏蛋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请叫我滑稽表情包。你快看我的眼睛。下一个就是你了，巫婆婆，看我的眼睛。我不看。啊！四个，下个目标，美人鱼、精灵仙子。原来是他在搞鬼。精灵仙子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表情包王国的大魔王，最喜欢去不同国家捣乱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千万不能看他的眼睛，只要看了就会昏迷。你好懂我啊！大滑稽表情包，哼，我最讨厌别人懂我了。看我的眼睛吧，你。啊！还有你，美人鱼。不，不要！我要是眼睛倒了，谁能来救救童话王国的人啊？哈哈哈！让你们童话王国的人一直沉睡不好吗？看我的眼睛吧，你。啊！五个，任务完成，哈哈哈，真好玩。所有人都沉睡了，要是没有人叫醒他们，他们就会一直沉睡，哈哈哈。喂，白雪兄妹贝尔大宝，喂，妈妈们，喂，黑暗王国的人，喂，精灵仙子们，糟了。我只是个机器人，根本叫不醒他们。难道童话王国的大家真的要一直沉睡了吗？等等，我好像记得童话王国还有一家人没有被沉睡，可是他们是谁呢？我记不起来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吧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哦。